A 股明日风口，风电伙伴行动计划发布，2025年陆上风电成本最低降至 0.1 元每度。10月17日消息，行业利好密集出台，有八大板块有望成为 A 股明日风口。118个城市与600多家风电企业共同发起了风电伙伴行动零碳城市赴美乡村计划。10月17日，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中心在湖南省衡南县开展2021年南方稻区双季亩产1500公斤攻关测产验收，测的晚稻平均亩产为 936.1 公斤。他强调，要加强人才自主培养，优化人才培养模式，把创新创业教育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，提升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撑。